9:30, 1400。然后 luggage 不用带钱，没有放回去，我就算你1400就好。Go。拜拜。冰城大桥上 chair， 这个是我的，哈哈叫我给你哦，别浪漫，别浪漫，拜。今天到Sungai Petani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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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大家好，这个是排球队。哎呀，没有人的我就把它丢走啊，丢出去啊。我们来新民市球场哦，只有一个小时罢了，女生没有的事啊，因为他们的场地是拿来做开幕典礼的。Let's go, let's go。走了走了走了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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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， 欢迎，这个有跳啊！哇！哇！5年前我是以球员的身份来到这个比赛，是5年后今天我是一个教练。偷跑出来的话，那种演讲啊，支持那种不是我的东西来的，我天嘛，这里偷跑出来啊，不知道，给那种学生自己去享受那支持可以了，我们那种老家伙不用听。所有的比赛今天开打，我们的女生打下午，男生打晚上，顺顺利利打的。建国中学排球队是第一次男女队一起打进来，什么成绩都是好成绩的，满足了。你就好啦，有的排队。我不要排队，我要吃东西。碰到我们没有事做，去吃点心。都是因为你。最可怜了我们。还好没有事，我们极羡慕我，我要吃点心。只要有的吃就可以了。好。爽吗？你们排队？不爽，很闷哦，你知道。没有体育精神的一群。没有体育啊。你们要休息就赶快趁早休息啊。你们下午几点打？5:45。几点出发？10:00。乖。Good night, sweet dreams。给你们听杜哥睡觉，咚咚咚看。
Thank you.
这样，过过，好的。